校有参加过那个滑轮社，对，虽然那时候也都是吊车尾的，走路喜欢偷懒吧，所以希望脚上有轮子开始。其实好像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全班一起出来滑，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在青年运动中心吧，就那他们那边有就是一层楼，就是有很大的空间给大家滑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因为滑雪是地势都是雪，所以是软的，你再怎么摔都没有，你都觉得不会痛。可是这边好硬。没有，就是前置过程我们也就是有做完善的过程嘛。然后之后我觉得那个我们手语的部分，因为我跟诗颖都蛮讲究这个东西的，因为万一它这个比较技术上的东西，万一它比较不稳的话，那它就会帮这个幻想的世界有点扣分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的，等于我们有把基本规则就是搞定这样。我们出了车祸嘛，上次，然后遇到了狐狸，然后醒来之后终于到了美幌别这个小村子，然后就是永秀跟小彩的微妙的恋情就继续开始这样子，然后没有去做一些温馨的事情啊，逛逛街啊，然后你都讲完了，然后人家怎么看呢？偷偷谈恋爱，第二集是偷偷谈恋爱。